2023年8月30日星期三，农历7月15，教育部在上海、山东等10省市开展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试点，外贸城市大洗牌，北京超深圳，宁波超东莞，杭州超成渝，重庆9月起申领生育津贴，不再需要结婚证，全国多地已优化调整，浙江长山县提倡适龄婚育，给予女方25周岁及以下初婚夫妇1000元奖励，广东大力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，北京9月起南锣鼓巷将全面取消窗口售卖餐食，河南鲁山通报715万件牛郎织女雕塑，现住建局局长免职将全面审查，东莞一学校午休课桌趴税200元，躺平360元，当地发改局系看护费，广东怀集回应中学小卖部5年租金943万，租金上缴县财政，将加强监管，朱婷确认不参加亚运会和奥运资格赛，已向蔡斌汇报康复情况，36岁易建联宣布退役，中国男篮08黄金一代落幕，华为 Mate 60 Pro 低调上线，支持卫星通话， OpenAI 推 ChatGPT 企业版，速度快2倍，无使用限制，数据加密，2100亿美元，越南 BingFest 成全球市值第三大车企，仅次于特斯拉、丰田，月球之后瞄准太阳，印度计划9月2日发射首个太阳探测器。